嘿、hey, 各位，我是狐狸。那我们今天呢要来玩决胜时刻 M。 这个新赛季有个联动转盘已经推出了，就是我们这个 PP19， 然后角色是这个联动角星瞳。这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会觉得说这个转盘要个12000 CP， 好贵好犹豫啊。没关系，不要紧，我们来到大厅这边会看到左上角有个东东，那你点下去的话就会看到我们官方这次推出的双倍 CP 活动。在这里面呢，同样的价格你可以获得快一倍的 CP 量，而且活动还到8月7号。这么佛心还不赶紧下手，你看我也都已经买好了。这个就是星瞳角色的外观，真的超级可爱。然后手上这个就是传奇 PP19， 那这一次联动枪一样，你点一下枪也会有语音。让我摸摸你，放心吧，这次我会努力不当马枪王的。小星星，冲冲冲，上吧，来吧。现在这个就是 PP19 它的外观样子，然后这个是它的机瞄，我真的觉得超级清晰，应该是目前 PP19 最清晰的机瞄了。然后这个是它的击杀特效，就有一点类似夜店的感觉。虽然说它这个特效有点挡，不过我觉得还蛮帅的。我们来看一下这把枪的检视动作。演出即将开始，准备好了吗？这一把枪它还有一个特点，就是我们今天这样子打一打，然后换弹。对，你可以看到它颜色变了，你每换一次弹它就会变一个颜色，那总共有三种颜色，真的超级好看。真的破墙那边破墙、欸、看到，哇，这好香，我想哦，这手感超棒的，加油，可以了。哎哎哎，救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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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去看看。